木头人只要一动就会立刻丧命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马上就知道这是超夯韩剧《鱿鱼游戏》。大头娃娃诡异转头，眼睛还会射出红光。如今第二季要开拍。以同一首配乐唤起影迷回忆，放大眼睛瞳孔，大头娃娃露出半张脸，就是这颗眼睛里面出现数字二，这一项观众预告第二季即将登场。影音平台宣布李正宰、李秉宪、孔刘都会回归，让影迷超惊喜。由于游戏导演黄东赫也特别写信给全球粉丝，主旨是新的游戏即将开始，要大声告诉全世界粉丝，现在齐勋回来了，黑色面具游戏负责人也回来了，还埋下伏笔说拿着画片的西装男说不定也会回来，还有大头娃娃男友，不少影迷认为他将会是重点人物，掌握关键剧情发展。저거뭐예요동그라미삼각형별우산毕竟，由于游戏2021年9月上线后，28天就缔造观看超过16.5亿小时的辉煌纪录，跨越语言跟文化差异，成为影音平台史上最受欢迎影集。如今第二季回归，也让全球影迷超期待。三立新闻谢中章薛台北报道。